哈喽，我是盖仪。今天呢，邀请到一位来宾，要来跟我进行一场体力与脑力的 PK 赛。让我们欢迎今天的挑战对象。哇，子敬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欢迎欢迎。哇，子敬，你觉得我刚这段表演怎么样？有没有仿佛带你进入到这个经典的港剧里面，赌神？我其实没有看过啦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。你几岁？我19岁。哇，也不简单嘞，19岁，然后站上那个中国好声音这个舞台，那个抗压性要多强？哦，要非常强。那其实我上台的时候不太会紧张啦，我是属于那种很享受当下的人。过去的话，应该连吹个卡祖笛都是。总之呢，今天我要来跟你进行一场 PK 赛，叫做卡祖笛猜歌大挑战，我吹歌，你猜题，但是没有那么简单，我们要背靠墙。背靠墙。背靠墙呢，在力竭前，看你可以猜出我吹几首歌。你一猜到，你就讲歌名，我就换下一首。然后到时候你可能是好抖，这对。然后总之在力竭前呢，猜出最多首的人获胜。那如果输的人要怎么办？如果今天你输了，我输了，我要上你的 Instagram。你要在你的 IG po 文 po 一则，哇，称赞盖伊的文章，好啊，大腿好有力哦，甘拜下风，你是卡祖笛王这样子。好 ，OK。如果今天我输给你了，你就在我的影片上面尽情的打歌，成交。成交掉。好，我们今天不是很有趣的，就是我们要请到吉他来伴奏这个卡祖笛。说不定这些歌你们都有听过，因为我今天挑选的是那种校园歌曲啊，所以基本上大家都耳熟。等一下，盖伊，你的校园不是他的校园啊。我大学他国小还 OK 啦，有 cover 到吧？有 cover 到，有算 cover 到。我国小就有听过啦。大家可以猜看看，看你可不可以猜得比子婷快，或是猜得比我快这样子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就猜歌开始。我们第一位挑战者子婷，耶、yeah ！请到我们的吉他手蔡老师，卡祖笛手盖伊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那我们预备开始。第一首，盲手。哇，第二首，第二首。好像没吗？对，你让我吹一下。好，第三首。强哦。差一点，欸、算对，算对，来自天堂的魔鬼。好，下一首。啊，对，来自天堂的魔鬼。我还年轻，我还年轻，是吧？已经被秒杀了。都不让我秀一下。下一首，下一首。
只有这么明显了。啊，修好不哭，啊，给我气球。下一首，下一首，姐姐你还行吗？来，还行还行。好帅。很强，你平常有在健身吗？有在健身哦，对，难怪。
那我刚刚要帮你加个杠片，我觉得刚刚撑的有点蛮久的，对，有点太久了，我刚才已经超出我的那个预料了。好了，现在第二位挑战者就是盖伊我本人啦、啊。今天只听的吉他手宇安，卡祖笛手只听。哎、欸，太好听了吧！哇，你们两个今天是这种浪漫派的，没错，对，哇，太合了，太合了。好，那我们就来挑战吧。该你，你身为一个贱人，对，做一样的事情吗？我来帮他加一点重量，耶、yeah! ！哇塞，太惨哇塞，欸、你们对我真好，45公斤，哇，等一下，该你行不行啊？赶快开始，赶快开始，准备。花言巧语中的
耶！太好听了，太好听了！哎呀，好惨哦！哎呦，哇塞，哇塞！我要被骂了，我要被骂了。好，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猜歌大挑战，不知道大家还喜不喜欢？那如果想要认识子婷多一点呢，他有自己个人的 YouTube channel， 跟他的 Instagram， 没错，还有 Facebook 粉丝团，对，这边连接。大家就欢迎去追踪一下这个年轻漂亮，然后唱歌非常好听，然后个性非常可爱的一个歌手。啊，谢谢啦，谢谢啦，谢谢。不好意思不要客气，不要客气。那我跟三剑客呢，还有在另外合作一个影片，然后在我的频道会上传周二的时候，要记得要去看哦。OK。非常的精彩。对，很精彩，然后又是一个对很精彩的。好，我们就不方便透露太多了。大家记得去看子婷的频道。YouTube 频道是这样，那有任何问题呢，都欢迎在影片下方留言给我。我是建盖，下次见，拜拜。